2月26日，董宇辉完整直播回放 Part Two。这打脸吧！这劲儿老大了，你看，哎呀哎呀哎呀，打脸上打怪疼着。这牙刷儿，说明咱们这个效果好啊，老好了，老好了，嗯，刷干净了啊，把牙齿那污垢全部都甩出去了。我跟你说，我们这儿一般读书都是要请示神明，但这可能习俗不一样吧，反正在我们观众一般看书就是。观众看书之前的常见的一些仪式就是，书买回来了放那不看，然后爸妈摁着打一顿，哎，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这个一般不请示神明，我们这个一般是父母开启了读书的号角啊、嗯。但他们不看，他们主要是要求孩子看。嗯，你们那儿可能更正式、更隆重一些吧。牙膏，大家那个。牙膏好，这是朋友们需求的云南白药牙膏。哎呦，我就用的这个，哎，我最后一罐马上用完了。五福牙膏，大家知道一个直男用的时候啊，就是牙刷牙膏从用的第一天开始，这个盖就不见了，就没了啊。第一天开始这个盖就不见了，然后就捏最后捏扁，然后从后面往前卷，然后因为冬天这个开暖气啊，它可能比较热，又没有盖就干了，这每次一块是硬的，你知道吗？那一块是硬的，咔使劲把那一点硬的挤出来已经很长，你说再挤后面软的吧，你觉得没有必要，要不然前面硬的浪费，把那坨硬的挤掉那儿捡起来。镶嵌在牙刷上，刷到最后那坨硬牙膏从嘴里还拿出来。对不起，让大家看到了世界的参差啊。嗯、就这个样子，嗯，就这样。甭说盖儿被谁拿走，盖儿我也不知道掉哪去了。反正从第一天之后就再没见过它的盖儿了。也是牙膏卖的好，是吧？嗯。甭说今天有打印机吗？有，看他们有在问，那你拿来我给他那讲一下。你要稍等一下，我再去取样品的路上。好，啊，在取样品路上，还没送到。没到。哎呀，所以每天我用的牙膏，不骗你，我其实根本不在意它有什么清新口，哎，这个不能讲。哎，没有。就是它有什么常见的那些所谓的效果。我只期待这个牙膏能挤出来，能轻易的挤出来，并且在刷牙的时候能够被水融化产生泡沫，啊，就行了。每天都是硬挤，挤出来一截硬坨啊，刷到最后那硬坨还在嘴里抠出来，嗯，你就看着都生气。你说你刷了没？刷了，硬坨牙膏化开了没？没有，嗯。什么时候考试？想考的话，进去组织一下啊！我说，那你下次用完盖上就行。那盖子早都不见了。就是大家可能无法理解有的人的这个生活啊，比如说那个写字的笔，只要把那个盖揭开，那个盖就再也找不到了。耳机、手机充电线，只要用一次，再也找不到了。牙膏的这个盖儿。只要拧开，再也找不到了。身份证补办一次丢一次。我跟你说，就连中关村旁边那个派出所的民警就都认识我了。我去第二次，哎，你又来了。我说是，他又丢了。我说啊，以前在西安能补办六七次，你知道吗？一补办就丢。就有的人的世界就是如此的荒唐。所以不要看大家可能表面上非常的光鲜啊。然后呢，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哎，也甚至一些人的错爱。实际他可能早上刷牙的时候，连牙膏都没有化开。嗯，不要看着他在去央视录节目，好像还在那一杯
一别杜门三改火，唱得挺开心的，实际他的袜子已经溜到了脚心。就是这就是实际啊，对吧？你不要看着他好像这个回村过年好像很开心，实际他连毛衣都穿反了，穿反了好几天，真穿反了。到最后一天我才意识到我穿反了，有一天一抹标签儿，哎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不要觉得一个人好像看着很有智慧，读了很多书，应该很有脑子，实际自己闲的没事用舌头把牙齿都抵掉了啊！所以人不能只看表面，哎，不是，人最好只看表面。一旦走近，你发现这人咋是个这呢？大失所望啊！了解之后发现都平凡，就这个意思。你还是远观吧，啊，不可亵玩焉呐，要不然觉得哎呀，这啥呀？这啥玩意儿啊？这是。云南白药啊，现在朋友自己拍吧，这上面写了好多，但我一个都不敢读，因为这对牵扯的功效问题了啊。它能够这个减轻然后牙提牙显牙疼黏膜什么什么异味什么什么，这些就不敢读了。读了这些都吓人的，就可能它有这些功效，有可能，但是抖音这个平台对这些都是比较介意的。其实介意这是好事啊，如果它对这些不限制，有一天大家都开始用各种功效去忽悠人了都。因为他没有可能有没有那么多的审核力量，所以他干脆一板子拍死都不许讲。牙刷牙膏啊，需要的朋友自己拍。朋友说你别认识大鱼弱智，你这是。有朋友我差点上他当了。别人都是大于弱智，你这是等于弱智呀、啊！你这是，看有个人，你等着啊，我找到你。云南白药的漱口水，写的是零蔗糖、零色素，250毫升，夏末海风，你听一下，这个描述都足够人清晰啊！就像漫步在海边，阳光明媚，海风习习，头发被吹动，突然回头看见他一样，看见你一样。海风的味道，咸咸的。这个可以在餐后用啊，可以在晚上睡觉前用，它也是有很多的作用，但是咱都不敢说啊，因为这些都牵扯到的功效，防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耗什么什么白什么什么富啊。我说疯狂自黑，我也没有自黑，我就说了一下实际情况吧。就像我以前给大家分享那故事，觉得后来想想老委屈了，我很开心在跟大家分享我的童年经历，结果评论区有人说东辉你别卖惨了。我在回想我童年开心的经历，他觉得我惨，其实那会儿不觉得惨，实事求是来说，因为小时候没有对比，小时候身边人几乎都一样，对吧？痛苦都是比出来的，你没有比较的时候，你觉得大家都一样，你觉得本该如此。你看现在好多这个长辈啊，他在回忆自己70后、80后，甚至60后、50后，他们在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觉得啊那是老苦了，但他当时不苦，当时觉得激情燃烧岁月，浪漫而美好，理想主义，燃烧在空气里的日子。就是漱口水啊，需要朋友自己拍，这个也可以给孩子，这个应该学六不建议6岁以下能使用啊，所以你比如说到初高中的孩子，他其实是能用这个的。而且对，其实对初高中来说还用这个可能还比较重要，因为有时候他比如饿了课间吃个啥，你让他学校咋给你去刷牙去，没法刷牙，对吧？牙线漱口水。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带着。对，就是不要让他牙齿缝隙里残留食物残渣。那个时间长了会比较糟糕。自己拍吧啊。打印机有呢，打印机，但是样品没到，等会儿样品到了我给大家讲。羊脂皂，内蒙古包头
哎呀，好香啊！奶香奶香的。27.5倒是五块，你看这多实惠的价钱，是吧？他说以食品标准制造一块皮肤可以啊，皮肤可以吃，你得亏加了皮肤可以吃，你要不说皮肤可以吃，我张嘴就咬呀。你要说以食品标准创制一块可以吃的香枣，我吃一口试试。但是得亏加了修饰限定语叫皮肤可以吃的啊。Keep skin soft and tender， 谁知道呢？大家需要的朋友可以用一用啊。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牛羊脂皂基，然后润肤剂加香精 ，That's it。OK， 检测报告。后面是符合，一个是游离克性碱，一个是氯化物。有朋友说这个皂买过好几次了，嗯，看来我们这次找的东西是符合大家的诉求啊。是的。他们说这个特别好用，一块多少克？一块是120克，然后27.5一共带的五块，一块120克，那五块就是600克，一斤多呢，一斤二两呢，嗯，你听27.5，一斤二两的肥皂，它香味真的还挺好闻的。试一试，香味如何？哎，挺香，闻到的是吧？闻到了。就算你不常用，你买一块放卫生间里，它都有一种完全有一种空气净化的，是吧？空气清新剂的作用。你是不是站那儿都能闻到？你站那儿是不是也能闻到这个味儿？闻到了。嗯。一个央视节目的摄像老师，他们俩补镜头来了，在旁边拍了一晚上。嗯，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昨天状态好。这会儿卖了4000。没有前天状，没有没有前几天吗？没有刚回来两天状态好啊！你们不知道你们今天补这镜能不能用？嗯，都能用，都能用。你把声音 mute 掉就行。27.5到手5块。刚回来那两天老兴奋了，老活跃了。那必须。有朋友说好，我买了给我丈夫用。嗯，大家这个体现了该省省该花花，对吧？他对这件也没有讲究啊，都洗澡身上能洗干净就行了，他不在意的。能洗能用就行。对，这标准不高。一块肥皂洗全身。嗯嗯，真的是，真的是洗全身。这个是吧？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个男生就是。脸盆儿、牙缸、牙刷、牙膏，一个毛巾儿，再放一块肥皂。当时每周两次宿舍检查卫生，盆儿就放旁边检查，盆儿的这个牙缸、牙刷的朝向都得放的一模一样。他们说放多了熏衣柜里，这个用途倒是我听你刚开发的，但它确实可以时间长让你的衣服有一种香味，这个是实事啊，实事求是。而且它散发香味的速度肯定会很慢，你看你以前要买好几百那种什么香薰，好几十的香薰，现在只要27.5买了5块，放了一年多还有味儿。9000单没有了是吧？嗯，哥还剩8万单啊，不到。出单速度非常快。哎，给亲戚朋友也买点吧。我以为9000单，我想哎呀，那我这个是品可以过了。然后告诉我还有8万单库存。嗯，这些牛羊也辛苦了。其实人类发明这个肥皂的历史很久很久了啊，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里就有考古出来人用这个肥皂的历史，他就能把这个油或者身体上的油脂或者衣服清洗得更干净。那我们小时候其实当时洗衣服用的洗衣粉多，然后第二就是那种肥皂，洗衣服那种肥皂，它跟这个不一样。陕西人把那个叫羊碱，二郎神
啊，擦擦，羊碱嘛，听过吧？啊，你还点头。羊火就是火柴，叫羊火。啊，羊碱就是洋人的羊嘛，清朝很多进来的东西叫羊嘛。羊火、羊碱，啊，还有呢，羊柿子、羊钉子，羊钉子就是钉子嘛。因为以前咱最早那种打的那种钉子，铁匠打那种钉子是一个四边形，老粗了，老长了那种，大概这么粗这么长那种，砰砰砰那种钉子。但后来你那种钉子很细，羊火、羊剪、羊钉子，啊，羊柿子，还有我们吹那气球，你知道我们管吹气球叫啥吗？哎，你咋知道？哎，你年味儿。你咋知道叫羊茄子？你家哪儿？啊，我家河北。石家庄，石家庄也叫羊茄子吗？就是听人说啊，你听人说过。哎呀，你不是60了吗？每天办杯酒。土豆叫洋芋。洋芋，我们那儿好像不叫洋芋，我们就叫土豆。嗯，之前跟这个杰西们，你记得有一次之前有一个啥，那啥，杰西说他们老家就是定西吧，那个叫，对，有朋友叫洋一子，也有就是月字旁胰脏的胰。一个月字旁，这边一个姨妈的右半部分，嗯，姨子，就是古代确实叫那样叫。羊瓷碗是，羊瓷碗，嗯。羊火、羊碱、羊柿子、羊茄子，嗯，好多名字叫的很土，但其实它很有表达效果，嗯。那还有一些老人，他到现在他不说这个。开车，他说腰车。我之前听过，就是一老人说腰车，不能理解。后来我理解的就是以前赶牲口嘛，陕西人叫咬骡子，嗯，吆喝着那个，就是赶着骡子，赶着马，吆骡子，吆马，吆牛，嗯，所以他觉得车也是一种交通工具，要被吆喝着才走那种感觉。这个也是颈部按摩，昨晚那个是。哎呀，咋了？我说怕你那个咋了？对，可以的，这样。然后这个按键它有三个按键，然后直接开启的话，它就是一个热敷模式。直接开就是热敷，在这儿是吧？对对对。我先按对了啊。嗯。哎呀，这个东西使用的时候还得站在镜子前，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摁啥。也不用，就是导演，你给我个特写，我就能看见我现在摁啥。其实很简单。就好了。对你第一个摸进去，它其实是有一个凹槽。哎呀哎呀哎。然后还有一个语音模式，边饿边说话着呢，这是啥？对，中间那个是那个热敷键，然后它是舒颈模式，你按完之后，舒颈模，这个呢？那个是语音模式，它语音模式就是你按了之后，它就会提示你摁的键是哪个键，它是不能对话的，但是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它有确实有声音，但声音不大。你现在能听到是语音模式关闭，一个是语音模式开启。我再按一下。语音模式。对，现在就是。语音模式。就是。它提示你语音模式的时候，就表示语音模式已经开启了。嗯。然后我们这个是，开机的时候默认开启，但是如果你关之前，我们把语音模式关了之后，我们再开机就是默认关闭了，就可能再要摁一下。对，就是它摁一下再切换模式，长摁才是开关。对。对吧？然后语音模式方便，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这种，就比如说我看不到的话，我把语音模式打开，我摁哪个键，我就知道它到底是哪个模式了。嗯。这个方便的点就是我们出去旅行什么的可以带它，因为它不是很重，很方便，舒适吗？对，这也适合坐飞机坐车的时候。对对对，睡觉不至于头甩这边甩那边，每次睡醒头在隔壁人的肩膀上，你知道吗？而且它还是有一次人还把我认出来了，老尴尬了，在飞机上，我睡醒了，躺到卧室辗转反侧睡不着，要死要活，一上飞机。书还在手上，手机掉地上。他说：“董老师，你是不是睡醒了？”我说：“那，我不是，对不起，你认错了。”我早就认出来了。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我知道你是董宇辉。”然后我们下面这个扣有可以调。有了这个，就不至于睡到别人肩膀上啊，更不用担心口水流人身上。那口水呢？你可能得戴个口罩。戴口罩也拦不住口水啊。这个可以调长点，睡担心口水用胶带把嘴缠住，睡觉之前啪自己一缠，然后担心自己那是倒脖子这样一弄，然后担心手把自己手一绑这样的。
没人替你报警。一会儿飞机就有人替你报警，我跟你说，落地直接带走。嗯。当然，我们的售后是有保障。你看这些人永远担心男的女的。你觉得他如果是个女的，今天晚上讲的故事是这个版本吗？就有后续了，可能。真的是，说起来都生气。堵得死死的，这些机会，焊死。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嗯。然后这开机一次十分钟。开机一次能用十分钟？对对对对对。时间是不能说的，就这么多。这儿有带充电线啊。对。还有一个替换布。这个布就是它能摘下来洗，对，嗯，对，因为接触皮肤时间长它可能会脏，正常啊，它能拆下来洗。我说要是个女的你必然不敢靠，那睡着了谁能知道呀，还都睡着了你还能管了谁吗？哎呀，使劲摁一下这样老师，哦，唯一的缺点就是憋的，你看看太阳穴血管都憋出来了，我现在但这样摁着了，好给劲儿。就正常，我们是靠着一个东西的，就你这样，脸都憋红了。嗯，绷带的话可能没有劲儿那么大，你要靠着的话就会这样。靠着的啊！你这单眼皮太有。啊，我的意思是，舒服。是这意思吗？这其实就是你让摁下去有一刻就头脑啊醒了啊醒了啊醒了的感觉，我可能这个颈椎血开始流动了，还是挺舒服的。不行，再按下。我们有睡眠模式，就是光只有热敷，还有睡眠模式。对，晚上睡觉前摁着能睡着，就是在那你这睡眠也不需要摆着了，你要摁着都能睡着。我劝我我劝你也别浪费钱，你这睡眠挺好的，你别糟蹋东西了。坐在车上了，对吧？有点冷，然后有点冷吧，想舒服舒服，有点冷，有点冷，把外套穿上，把空调打开。不想那么用劲的摁一下，然后在这放松一下。但是在开车的时候不建议戴啊，对对对，因为如果你当然你是司机的话不建议戴，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看两边的反光镜。嗯，任何有阻碍你开车行为的事情都是危险。嗯，你要是乘客就行，乘客随便啊，安全带系好就行。然后我们现在是有运费险，七天公里有退换货，然后15天内质量问题的话会可以换货，一年内免费维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对，15天质量问题退换货，一年免费维修，所以一年内如果有问题，我就联系他们抖音的这个对客服。客服，明白。但是要保存好包装和产品，还有附件。嗯。那就是盒子还不能扔。嗯，那个。我有快递盒子得放一年。快递盒子可以扔，其他的也不能扔吧？到底能不能扔？你问清楚。快递盒子可以扔。这盒子呢？外包装你别扔。这我一个盒子在门口放一年，这点不太合理啊，商家，你人有下单日期呢，你用订单一查不就行了？对吧？你能方便消费者，你非要人留个盒子，不合理。我们这真的是放门口，第二天我妈一脚踩扁的，给你卖废品了。哎，还给我留个哎。等你问盒子，你现在吃的那东西就是盒子卖了买的，跟你说。真的问一下商家，觉得这能更合理一些的呀。花露也是粉丝朋友们的需求。哎呀，这一看就是生活在特别南方的朋友，现在开始就有蚊子了。是的，嗯，北方的蚊子现在还没醒呢。但其实蚊子这个不是蚊子，还是苍蝇的生存能力超强啊！你知道过年北方那两天那么冷，但中午太阳晒一晒，突然有哎，就苍蝇就不知道从哪飞出来了。过冬啊，命大，福大命大。防治对象蚊，适用方式涂抹。真的，真的连那个籽都不加。这个写产品介绍的人应该挺酷的吧？那种，可能是个陕西人。给你介绍是观众人，说半天，嗯，啊好，嗯咋，嗯行，嗯揍，是，货，就是一个字。这个有效防治长，而且。而且我平常给人发消息就这种习惯，我就是嗯，好行，
对 ，OK， 就是我就是习惯，我觉得这沟通嘛，对吧？你就高效优先，我一直是这样子。后来就因为这吵了无数次的架，就是吵分了都我都不认同。好和好的，嗯和嗯嗯，行和行的呀，有什么情感区别？我说没有，你就纯粹浪费我时间，我这没有区别。到最后也没取得一致意见。那既然都好聚好散了，算了吧，我坚持我的方式。他们说嗯和嗯嗯就是不一样，好和好的就是不一样。对方能不能不要跟我回个好？咱倒了三个啊。啊，倒了三瓶，19.9倒了三瓶啊。对，我们是属于这种户外吧，小巧方便携带，随时都可以。我说你就是因为这分手，这是，这不是所有原因，这是一部分原因，因为这些先吵的架，一吵架人就烦了，吵烦了，吵都吵没耐心了。哎呀，人是这种走珠的，你看，老精致了。以前那种花露水你知道使用的时候有一个缺点啥吗？抓抓抓一甩，甩的到处都是。所以那一瓶能用多久完全取决于那次甩的时候它甩的猛不猛。还得用手涂抹。哎呀，对，手一涂这样一弄，然后手忘了擦一会儿揉下眼睛，哎，哭了一晚上。你现在想起来后悔了，你现在哭了，你当时让你发嗯的时候你发个嗯，你现在想起来哭，其实不是，是因为花露水抹眼睛了，这个走珠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你看。精心设计啊！他们说一个字是有敷衍，你看你看那个哪有，你就我不信，我不服，就是你们这儿没事找事儿，嗯和嗯有什么区别？你觉得有区别没？啊？碟子可爱啊？不是，那咱出于沟通了，可爱不是，可爱不是必需品吧？语气不一样。你真这么觉得吗？孩子你废了，明天开始试验了。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区别？没区别。你看你看，回头是岸。你怎么啊？没事。你觉得有区别吗？宣统？没有。你看宣统也觉得没区别，对吧？嗯和嗯一样吧，好好的一样吧，行和行的呀一样吧。对的呀。对的呀，你就说对，对啊，你看这么多人把有区别屏蔽了，导演，好的，我不行，这么多人太我吵不过他们，那人太多了。哎，花露水还有2000单啊，好，这是第一道，二道。行，你看这叠了多少个词，这样有没有？哎，我以后跟我是吧，我以后跟他说行，你就只说了一个行，说了多少遍？挺多。本来说嗯，你先不行啊，我先调四档。嗯，重复了大概刚才有30-40个嗯吧。好，这样有没有更可爱一些？没区别，你看这孩子还是记住了，是吧？得亏你。屏幕前的孩子可不能模仿啊！屏幕前孩子别模仿，看孩子模仿，私底打我跟你说，不学点好每天啊？大人也别模仿，大人模仿爷爷奶奶打你，肯定不学点好的。那爷爷奶奶模仿，那没人能制住的，没人能管得住的。好，你听，一生回答了10遍，以后都是一个人回答，但是说了半天什么？以前是好，以后就。看着他说话，然后无比紧张，瞪大了眼睛，然后从盒子小心地拿出了筋膜枪。你冷静啊，你不要伤害自己啊，你不要通过伤害自己来威胁我啊。好，说了大概3-4声，好吧。行，你听刚才多少？嗯。是吧？把嗯设为常见词，滋滋滋滋，他直接试一下，看我能打多少个嗯。等着吧，我给你回200个嗯。谦儿，我给你回个嗯啊。哦。不行，找不到谦儿。试一下，发给我自己，我看一下。
发表情包。嫌我硬，哼！现在让你看看什么叫科技的价值。哎呀，咋说呢？让你看一下沟通的效率有多么高吧。哎呀，以后嫌我给你发一个微笑硬差事是吧？收到，非常淡定，从盒子里拿出筋膜枪，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记忆20秒之后的我热情的让你心疼，他们说笑得好放荡，导演把那个词屏蔽一下，伤人自尊了，有点放自尊了，你咋是？你嫌我冷漠，我给你这样回应你，说。做什么都是错的，这是他的啥？这个是可以更换的按摩头啊，按摩头，按摩头啊，是这个，嗯，明白了。这个呢？这个是这也是沿着你这个脊柱专用的这儿。哎，你可以换上，帮你打一打。好，你给我打一下，就直接拽就行了，对吧？我别给拽坏了。对对对。嗯，好，感到酸痛了。行，哎，我发现它在全身都可以起到多次回复的效果。对，哎呀，哎呀，我的世界开始变得模糊了。嗯，重影，我看。嗯，哎呀，这有啥用呀？这是震胆结石的吗？这是。我这会儿瞬间身体全给我震出来了，不是很舒适吗？好不容易身体养了点结石，你，哎呀，是真的能这样弄吗？就是别给人错误示范，咱没有，真是这样弄啊，但是可以调节力度。他们说这可以用来点赞，四档，最高档。然后咱们这声音也特别小，比如说旁边有人休息。你看能打扰到不？你看他现在骂不骂你？别人休息你出去弄，你看别人打不打扰不到别人休息，但这个主要取决于你的家庭地位啊。你要家庭地位高，你干啥都行。声音很小啊。你要家庭地位高，他睡着你在旁边看东一回直播都行。醒了咋了？醒了咋了？醒了，翻身再睡，醒了。所以对。啊，他买这个主要用来点赞的。就是只要一直摁屏幕就是点赞是吧？试一试。你们买这些商品，最后使用的效果都是使用的用途都让人觉得，哎呀，匪夷所思。这里出卖800万。哎呀哈！哎呀，不行。已经点100赞了，这也太快了吧！这容易点出去，这真的能点用来点赞，但这样肯定对你手不好。点赞，直播间朋友可以戳戳屏幕。200赞，不是动动手指。点赞有啥用啊？数量不重要。增加直播间的人气。真的可以吗？能起多大作用啊？就是直播间在抖音的那个排名会增加。给，那你们几个坐那别闲着。啊，好的。别在忽悠人消费者。谢谢哥。消费者没有必要啊，凭啥给他点？不点。好嘞。你们几个拿工资，你们几个不点坐那干啥？以后直播时候所有员工出来。那我1.8万单。好，1.8万单。啊。下一个吧，卖不动了。我以为卖完了呢，说那阵还有1.8万的，尽力了。来双鞋子，哥，你看看这鞋子怎么
没有遗憾，多大的？43的太大的。有没有39的？这个是39。这到底是对，你跟我说43的。这个是43的，这个是39的。啊啊啊啊。一直来。那我。你这句话多余了。没有。这是男女同款。男女同款。刘杰。虽然也是骗人，但我就愿意听这话。他说男女同款。你给我来，这是女贤的男贤，你往这给咋试？服了。这款咱们不拘束这个性别，都能穿。帅。有男款的尺码，还有女款的尺码。这咱们今天的爆款。没错，今天卖的非常火热。哎呀，真好看！穿着舒适，哎呀，39穿老夹脚，我得穿个45的。啊，不行，这太大。咋，这头还有？那个39再往另外一个。啊，咱可以把39都穿到这边。这一看就是45的。啊，这45的。啥39？橡皮都能拿住。大家说，只要你活的时间够久，遇见的人够多，你能把小时候成语看一遍，指鹿为马。啊，这好，价格也很合适。穿错脚了没有啊？这来测试一下休闲运动板鞋。开学了，小朋友们穿上白色的鞋多好看。对，一天回来就脏了。哎呀，好，开学了，让孩子们穿上干干净的白鞋，一天回来脏透。我跟你说，再踩个泥水，给小孩少买点白鞋。他每天啥活动量，你不是清楚呀？大小合适吗？遇见了泥水，他不踩一脚，他回头难受，他半夜睡醒都。我真后悔啊！是吧？嗯，买点耐脏的吧，小孩。要不然他回家又不洗，爸妈整天给他洗鞋了都。黑白相间的。299啊，徐小鹏自己拍吧。好的，我讲述了。我还有啥没卖完？被子啊。这个是被子，抗凝宝宝。上面打印新样品还没到吗？是的。是的，还没到。下午。在咱们二号链接。下午就是在送的路上，到现在还没到。他这个这是啥？抗菌效果是吧？嗯，对。都是99啊。绵绵软软的这种材料，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喜不喜欢。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小时候不喜欢盖新被子，不喜欢用新床单，喜欢用旧的，因为旧的棉软软的，像婴儿积粉。新的一般浆洗那种比较板硬，你们见过吧？对吧？比较硬，然后用特别旧那种被子，洗过很多遍，它揉搓次数足够多，很绵软，这个就是那种感觉，绵绵软软的。嗯。对的呀。啥？好的呀。真能听出来区别，我不信，我不相信所有人都觉得这俩不一样。这个我们是可以直接放在洗衣机里机洗。可以直接机洗。很方便。有一种江湖打侠的感觉。对，提前购入，存上一套，有需要的时候。宣统，你家是内蒙的，你确定你们家到了这个用这个时候？你们家现在用它也是因为暖气烧太热了。对呀，我们冬天就夏凉被。冬天夏凉被，夏天冬被，嗯。再不买就过期了。再不买一停暖，马上就用不成了。三月中旬就停暖了，嗯。真是行，大聪明。
昨晚没给大家讲完的这本书啊，叫做《我与地坛》。铁生老师写了很多作品，他的作品里头充满了与疾病的抗争，与不幸的抗争，与厄运的抗争。人往往在身处在逆境中，有一种自怨自艾的一种倾向，人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世界最不幸的人，人觉得自己命运悲惨，觉得世界不公，原本的困难、疾病、灾难已经让你喘不过气了，你的情绪，你觉得自己不幸的情绪会放大化那些不幸，所以以至于到最后你撑不下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命运为难了你，还是你对那些厄运的恐惧压迫了你。所以学会与生命的一切和解是所有人在走向成熟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对，不行，要是记者来了，我把被子脱下来。啥直播间不正常。现在才正常。昨晚在提到铁生老师的《我与地坛》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其中写了与命运的抗争，写到了自己对疾病、对厄运、对不幸的这些反思。寻求精神力量的时候，他需要一个你自己平静的可以独处的地方，那个地方于他来说是地坛。而且他在后来说的，其实不是我在地坛中，是地坛在我心里。你也需要找到你的地坛，每个人都要有那么一个平静的地方来自我反刍，来消化，来咀嚼。昨晚讲了铁生老师写到了他与厄运的搏斗，他内心的抗争，写到了他与友谊，写到了他与母亲。但其实在他人生中还有一个几乎是更加重要，后来将他解救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爱情。所以铁生老师说他的人生密码有两条，一条是残疾，一条是爱情。残疾是命运施加给他的，让他堕入泥潭的，让他喘不过气的。爱情是将他从绝望中拉出，给了他信心，给了他力量，让他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在这个书中你买了之后你可以看到第216页有一段话，他写爱情，他是这样写的。他写书总共有230来页啊，216页，他说在我与地坛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我忘了，我其实什么都没忘，但是有些事呢，它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也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也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是他们。欲语泪先流啊，就是那种感觉啊，此生无声胜有声啊。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那么一刻觉得说出来就不对味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和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它是用于寄信的，但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所以他后面写的这个说，终于有一天有人听懂了这句话，问我说，这里面像是有一个爱情故事，干嘛不写下去？回答，那这就是那个爱情故事的全部。所以他后面又说，在那座废弃的古园里，你去听吧，到处都是爱情故事，到处荒芜的祭坛上，你去想吧，把自古至今的所有爱情故事都放在那里，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的全部。接下来两段话，这个爱情故事好像是一个悲剧。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你发现好像确实是如此，就是人在经营婚姻的时候往往会经营的非常痛苦，会经营的失望，会经营出隔阂，会经营出分别，会经营出怨恨。但是爱情里头没有，因为你会发现有时候人想要的越多的时候，一个东西越容易变质，而且人在索取过程中心态就会发生转化，以前是希望他好，后来就不一定，就不那么见得。所以他说，你说的是婚姻，爱情没有悲剧。说对爱者而言，爱情怎么可能是悲剧呢？对春天而言，秋天是他的悲剧吗？不是的。所以这头提到了铁生老师对于爱情的一个理解。关于爱情的观点，其实在书的第55页到60页之间他还写了这一段话，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像年轻时候的自己啊，他是这样写的。他讲说他们当年在插队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提到了他爸妈的故事。
说一起在路上没钱，然后妈妈困了在车站的凳子上睡觉，他父亲在旁边看着，然后让他枕在自己的这个腿上，害怕他不舒服。然后他讲说，他说那个时候爱情不能讨论，那时候爱情必须得含含蓄蓄羞羞答答的。他说爱情就像一个逃犯一样，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是无处容身的，戏里不允许，书里不允许，歌曲里不允许。他说那会儿的歌曲都找不到爱情这个词儿。所以我看着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辛。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里有毛病。所以我非常向往这个。他后面就讲到了他们一群人在去插队的路上嘻嘻哈哈，从西安到铜川再换车到延安，路上聊天的过程中，你看他们在这讨论，浪漫的诗意中透露出几分艰险，因为冷静的时候一想未来，他有这种感觉，感觉像是旅游，但是内心又有一种崇高感。他说越是艰险越想要往前，大家都踏踏实实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然后互相鼓励，咱可不能消沉啊，对对对，咱不能消沉，咱可不能学坏啊，那当然，咱也不能无所作为啊，那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咱们不抽烟啊，这然后接下来紧接着应和着说，谁抽烟大伙就抽谁，更不能谈恋爱，更不能结婚。就是一群人激情慷慨聊天聊上头了，好像与这世间一切看似不正当的东西划清界限。那时候他们太过年轻了，尚不理解世界的样子，尚不理解彼此，尚不理解自己，所以他们觉得爱情好像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爱情竟然和抽烟这样的事情排在一起，抽烟对身体是绝对有害的，爱情不是这样一个洪水猛兽。你看所有人都做出一副轻蔑而厌恶的表情，注意这是在谈到爱情的时候，咦，就是这种表情谈爱情。然后说更有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都不要做那种庸俗的勾当，这是他们在聊到爱情。但是在插队第二年，我们先取消了不能抽烟的戒律啊！你之前说的是谁抽烟我们就抽谁，所以挺有意思啊。后面说想来人类一切伟大的歌唱都是源于这样的起源，因为大家知道陕北人唱民歌那种悲怆而又悠长的这个音调。他说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有这样的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需要诉说。在年轻在陕北的时候，可能当时铁生老师尚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其中的感觉，但他后来一定理解了。关于爱情的观点，他说年轻时候我们对爱情的理解是可能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一样是肤浅是错误的。因为就从这段话来看，当时他们在去聊的这种带有一种年轻人所普遍身上所有的一种不愿意承认的羞怯，你发现你那会儿也是年轻时候羞怯是正常的，因为羞怯所以不愿意承认，然后又因为不愿意承认所以就更羞怯，有吧？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很多电影在描述初恋讲那些故事的人都觉得内心怦然心动，即使你现在已经三四十岁你看到那块仍然怦然心动，就是因为羞怯所以不愿意承认，因为不愿意承认所以更羞怯，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才好。而且在提到那些话题的时候，往往带有一丝喜欢争强好胜的幼稚，就像挨了打不疼对吧，见过，就是一种争强好胜般的幼稚。所以这是很多人年轻时候他本来没有一个正确面对他的态度，然后再后来因为生活中或者身边绝大多数人身边其实没有爱情非常成功的例子，所以以至于这些人对爱情没有正确的得到启蒙啊，始终都对此怀有偏见啊，认为特别好的那种浪漫的爱情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的，是不必要的。再加上一些文学作品或者电影的引导之下，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是失望的，它带有一种偏激，强烈的偏激和一种强大的自负啊。世间就是没有好的爱情，然后呢，自己了解的这些令人糟糕的、痛心的事实就是爱情的真相，这也因此是社会的真相，是事实的真相，但绝非如此。他在这里头写了他自己，其实在125页他也写了这个父母辈的爱情。125页这块他写说，我给大家分享这段其实可能很多人听完会有感受，甚至觉得说的是自己啊。他说如今我常常猜想母亲的感情经历，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确实浪漫，母亲呢又是天生的多情多梦。他说他有没有另外的想法，从细柳如烟的河岸上走来第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
在那雾霭苍茫的河岸上执意不愿意离去的最后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在那绵长的唢呐声中，有没有一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远的男人？随后的若干年中，他对他的爱情是否满意呢？我唯一能做见证就是，唯一的见证就是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甚至唉声叹气。但这个男人的诚实厚道让他信赖终生。有的人的爱情，他是在真的是认真的挑精挑细选之后，他选到一个自己满意。但大部分人其实可能没有，因为很多人一开始的爱情，他可能是带有一些，你要不冲动，很多人都不愿意结婚。像现在年轻人，他处于一个过度提醒、过度思考、过度反思和过度忧虑的情况下，只看到其中的不好，他不愿意接触了。但这个时候就是以前跟大家分享一句话，你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还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好多人黑纸白字的，真正是放眼前才知道，哦，原来是有这东西。但更多时候你得信，然后你愿意去怀有一切的努力，怀有一切的热情，去拥抱它，去成就它，它才真的会存在。之前我也给大家分享过，那次提到了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我们对一些伟大女性总是说先生这个词啊。当时提到一句话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就是你首先对人的认知得清醒，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已经受到这个偶像剧强大的影响，对吧？你看偶像剧里头一般把人都描述成面孔化的，男的是霸道总裁，一般缺点人性在里头，但是他好像又很善良，又很正直，甚至还带有一些傻气和可爱，然后得富可敌国，然后性格上一定带点偏执和缺陷才行。然后女孩子好像往往特别单纯可爱，什么都不会，但是有一点天真和那种，就是他把人面孔化之后，我们好像认为世界上只有那两种人，但其实不是的，人是非常复杂的。人甚至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充分的说他的善和恶，人在人面前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甚至都不是同一个人，对吧？所以就是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也知道他绝非十恶不赦，他也有身上好地方。你爱一个人爱得要死的时候，你也知道他绝非完美无瑕，他身上必然也有一些非常普通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说，哎，我特别害怕人靠近我之后觉得我很失望，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有的时候大家会把很多美好的想象加在你的身上，就好像你看着吉祥物的时候，你觉得他一切都好，但其实他不是，他就是个人啊，吃喝拉撒七情六欲的人。所以在这个书里头，后来铁生老师他的人生被拯救，就是因为一个能够包容他的人，一个理解他的人，就像杨绛和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对钱钟书先生无限的，几乎是无限度的包容，连他的缺点都觉得可爱。就像大家看大话西游里头这个男人，就连逃跑就连摔倒的那么帅，那种感觉你记得吧，紫霞仙子躺地上啊，这个男人连逃跑的那么帅，连摔倒的那么帅。然后再还有之前跟大家讲过李清照和赵明诚他们那种生活，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有着共同的精神交往。那就像我以前给大家分享纳兰性的那词里头，读书笑得泼茶香，当时直到是寻常。我曾经给大家见到人家分享过，我说我认识一对非常年长的一对夫妇，我觉得他们俩是就是见过爱情中非常美好的样子。那当然他们工作原因啊，彼此的交集其实没有那么多，就是工作中交集，但他们实际在工作之余的生活中有大量的共同时间，比如都喜欢写字，一起会练书法，毛笔字写的特别好。然后呢除了这些喜欢比如说茶，他们有共同的关于茶的爱好，然后呢共同关于艺术的爱好，然后呢甚至男性则完成工作回家会主动愿意承担家务，会做饭，就是他会体贴对方，他还意识到自己虽然很忙但绝对不是甩手掌柜，然后会彼此欣赏，并且常常会在一群人的饭桌上主动夸赞自己的爱人。我在想哇这点好难啊，你知道吗？好多人甚至后来出门都不愿意提起自己另一半，更别说夸赞他了，就是那种给人带来的震撼是不一样的。他们一定是精神上互相欣赏，觉得哇他一直那么好啊。所以这个故事其中就是我为什么想给大家分享这些，就是你得见过一些成功的爱情或者美好的婚姻，它不一定是完美的婚姻，但它一定是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婚姻就是成功的，就像开心快乐的人生就是成功的啊。还有包括大家小时候看过这个鲁迅先生和徐广平和他的妻子徐广平之间的爱情，就是在那样动荡的时局里头，两个人始终相濡以沫。然后包括钱学森老先生和他的爱人蒋英之间的那个故事青梅竹马白头到老，
甚至经历中间经历那么大的危险啊，动荡艰难时刻仍然能够不离不弃，相信爱情才能看见爱情，如果你信仰爱情你才最后能够拥有爱情，如果你始终怀疑这些，你可能是无法见到他的样子，就跟神一样，你信了才能见到啊，神明在现场，信就有，因为你信你就会用那样的方式去对待他。然后所以这本书里就想提到铁生老师他的妻子叫陈希米，其实是毕业于西安西北大学啊，然后当年他们俩就是互相写信通信很长时间，最终见面那刻铁生老师说，哇，你就是我心目中想象的那个样子啊。陈希米女士呢，她是偶然读到了铁生老师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其中被一些语句啊观点啊思想所打动，然后就给铁生老师写文章写信了，写信之后就回信了，然后他们俩之间有很多非常浪漫的故事，写了好多的信，最后甚至还把那些出版了，当然是一个在他们俩来看来都是非常勇敢且非常浪漫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意味着对方的一种认可尊重欣赏和感恩，整整通信十年，然后最终见面那一刻，你见通信了十年，期待了十年，然后见面。我小时候听到这种，上次听到这种故事，还是小龙女跌下绝情谷，对吧？十几年之后见杨过啊，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那么漫长的期待，那么漫长的期待，那么漫长的期待，就已经足以使一切相遇显得尤其的珍惜了啊！它是世间最浪漫的这个相遇。所以铁生老师在给陈希米女士写的情诗中就是这样写，说你来了黑夜才听懂了期待，然后你来了白昼才看透了樊篱啊，就是那些世俗所遮挡的东西啊，听那光阴恒久，然后也在无中啊，行也无极，然后陌路之魂啊，都可以以爱相惜，就是他们在写的很多信里头有非常美好的文字。当然我除了这些语言文字上的浪漫这些以外，他们其实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彼此的一种生活上的互补，就是因为大家知道铁生老师他其实后来因为行动不便嘛，然后他的爱人就一直照顾他，你想他如果要去卫生间呢，他如果想活动一下呢，他想去院子走走呢，他其实需要一个人无微不至时时刻刻的在他身边，那个人几乎就他生活要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才行。在那些生活的过程中，他可能以一个俗世的眼光，他可能是饱受苦难的，实事求是来说，但他们俩在其中却收获的都是幸福与甜蜜啊！而且那个陈希米老师当时他是一边上班一边照顾铁生老师啊，半小时翻一次身，然后还给喂药。你家里要真的照顾过一个病人，你就知道特别累人。你是睡不好觉的，你想你得让他翻身，你睡睡你就得醒来，你干啥忙忙立马就得过去。所以铁生老师后来说没有陈启明他就活不到今天，然后呢他俩去书店，铁生老师那个望远镜看了那个书了，我要那个书过去跟他取那本书，就是生活中很多的细节可能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了啊。然后呢也之前余华老师他们也提过，就说以前去看的时候就因为家里多了一个妻子之后，真的这个家就温馨起来，他就像家了，他绝不像一个空荡的悲惨的那样一个单纯的栖身之地，他更像一个温暖的充满了爱意的一个港湾一样，他开始让一个人由衷的变得安稳和幸福。这个东西镜头前的朋友比我发言权更多对，发言权比我更多。然后我对这个书后面还有一段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钱生老师说他在一开始这个身患残疾的时候他期待自己能够跑啊，能够跳，然后在坐轮椅的时候他期待自己能跑能跳，然后等到他后来这个病情严重他得卧床的时候，他那会儿又在怀念轮椅，他说我四肢健全的时候常常抱怨周围的环境糟糕，然后瘫痪之后呢又怀念当年自由奔跑，然后几年之后躺那儿得了褥疮啊，因为大家知道长期躺会得褥疮，他又怀念那两年能坐轮椅上还能出去，再后来他得了尿毒症了，他又怀念说当时得褥疮的日子其实挺好的，然后再到后来他又整天透析了都昏迷了，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他说其实以前得尿毒症也挺好的。
所以这段话看着挺残忍的，但其实它揭示了一个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真相就在于，你期待的如果越多得到的越少，你就越不快乐。如果你能合理的控制自己的欲望，然后丰盈自己的内心，其实你生活的幸福感就会加强。其实生活幸福从来不是拥有的太少，而是期待的太多，一旦落差太大你就会难受啊。铁生老师在年轻时候也是个运动健将，后来21岁双腿瘫痪，然后肾病，后来恶化，后来尿毒症，后来1周3次左右的透析，但他仍然始终觉得自己幸运，就是因为他知道痛苦面前永远可以有个字叫做更，糟糕面前永远也可以有个字叫更。只不过在这样绝境的人生时刻，身边多了一个能够与他相依让他喘口气的人，所以我们不由得感叹爱情的伟大和爱人的珍贵与难得。铁生老师这本书里头有很多非常简单的故事，但这些简单的故事有不仅有优美的文字，更有深刻的哲理。这些哲理讨论了很多，讨论了亲情、爱情、友情，讨论了命运，讨论了生死观，讨论了教育，讨论了人的幸福观。这些幸与不幸呢，都源于比较。当你学会开始不比较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真的拥有了幸福。包括他这里头也提到了说，不要过度参与、过度评论那等等那些，因为他好像是提到了啥来着？提到了他自己。对，你看他这儿，接着说，难道是我错了？我老了。这一段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在书的60页、61页。他说世上一些终须出于，他在反思自己啊。他说，就是他提到他的恋爱的时候，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是，也是我就是镜头前的很多朋友，如果你的子女长大，你给他正确的这个关于恋爱和婚姻的一些观念，但是不要强加干涉，因为你发现自古以来好多悲情的故事都是棒打鸳鸯的故事啊。他这段讲这个讲完了之后，就说这个，世上一些事出于瞎操心，瞎操心就是穷干涉。然后从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观念去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是一股逆流。其实他这个也是一种，当然现在孩子们还小的话他可能牵扯不到这些问题，因为他主要任务不是这个，但他得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啊，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一个健全的认知，这些有一天会非常有用的。然后他书里还写了一些话，就是有些话真的是可以一直解读的，比如说朋友说我脱糖了，我马上结束啊。第91页、92页这翻过来说，生和死不过都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和近。你看他举了个例子啊，他把你听无法理解这块。他说，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上早已熄灭，而它却在我们的视野中正度过着它的青年时光。你现在抬头看一下晚上的星星啊，有的是几分钟之前发出的光，它大概率有的是反射，有的是就是比如说像月亮，它其实不发光，它是反射光。但有的恒星像太阳燃烧，它是发光的。你看到有的是几分钟之前过来的光，有的是几年、几十年、几千、几万、几亿年、几十亿年前都有可能，因为宇宙已经138亿年了，所以只要不超过宇宙时间，这个星光可能时间已经足够早，或者发出光或者反出光那个星星早都已经消失了。就像你站在宇宙的尽头啊，大喊了一声，这个声音不断的传出，终将有一天一个少年如你一般模样蹦蹦跳跳走的路上，听到一声啊，回头尝试去寻找想要看到路的那一头有没有人在呼唤和期待着他，那个人其实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一样的故事。就想到了那个谁，薛定谔的猫，只要你不观察你就不知道猫是生是死，对吧？一个猫不可能又死又活，但你只要不观察就没有结果啊。所以说这个世界的生和死取决于我们的观察，这段写的很好。他说，时间限制我们，习惯也限制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然后后面说，隔了一段，他说，因而我期盼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甚至盼望着站到死中去看生。然后这段也写得特别好，在92页刚翻过来，这我把这块给拉掉了，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吧。昨天讲了一些，今天又给大家分享了一段，就是书每个人看出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在看书的时候总喜欢用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认知、自己的价值观去理解，但这个反而是好的，
因为就害怕你读完书最后100个人读完书得出一样的结论，那书就白读了。我们现在看书又不是小时候做题背正确答案，对吧？没有必要，你又不用总结一样的中心思想，只要有那么一句话对你某一个方面的触动，它这个书就读的有价值。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这个打印机，打印机现在找来了，我去，你们俩来，哎，有朋友在催。这个分为两种规格，一个是3251和3253，区别是啥？价格都一样。那所以性能和功能都一样，是吧？只不过外观颜色不一样而已。开学季了，可能家里的孩子需要，很多人要买这个给孩子打印东西呢。以前我们上学真的是啥都没有，就是手抄的，我们都是手抄，对，真的是做题本。现在孩子学校要求可多了，老师群里发这个打印一下，明天带来啊，家长干着急，家里没有。对，嗯，这个是放纸的，应该是。对，嗯，可能这也是一个家庭必备吧。然后妈妈可能平时给妈说，那孩子作业还没写完，或者什么作业需要打印，给他打印一下，然后爸爸妈妈给他盖盖作业啥的。把这个插上，你们可以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好的，嗯嗯。对，其实你看同一本书，昨天聊的和今天聊不太一样，因为昨天聊其实是说。只要你能够思考的地方就是你的地毯，对吧？其实很多人可能把我们直播间也当做地毯，因为我今天下午在打扫卫生，看你之前的直播回放，一边洗衣服呀，一边扫床单呀，然后呢就是我们思考的地方。然后今天聊的是爱情，我觉得也非常好，因为我们也到这个适婚年龄了啊。这个确实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要期待什么爱情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可能我们身边未必有特别美好的爱情，但是肯定有，而且那样的模式我们得学习，就是人也得看着好人去成长，爱情也是。但也不能说看一本书完了就产生一个观、一种人生观啊，那你人生未免也太薄弱了。我们也讨论一些极端话题，就比如说有的人遇到了一些一开始爱错了人，他中间相遇分离好多次，是不是他就有问题？也不见得，也不见得，就是你好聚好散就行了，你管你爱过多少次，只要你每个爱的时候你都。全力以赴，全力以赴，然后真诚以待就行。没有白走的路嘛。对，因为我也经常会看到我评论区有的朋友留言，很痛苦，然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做，爸妈觉得是不是就是婚姻或者爱情中经历一些挫折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那倒没有必要，那倒没有必要。时代在进步，观念不一样，因为这个事情冷暖自知，只有你自己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对对，有人读完大学还退学呢，还重新考试呢，对吧？说的爱情也一样。说对，你点菜吃了一半，你还从点菜呢？对啊，你还可以拒绝，你说这菜不好吃，咱换一个，对吧？也可以，你有选择。嗯，哎呀，这么一说，其实爱情还是值得期待的啊。哎呀，还小还小。我说三个光棍讨论，那也不是人汉三个。我有女朋友，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你说啥呢？就是说生气了。你们继续卖吧。好，辛苦了，工作啊。嗯，好，辛苦宇辉。嗯，好。